好的，我们来看这个故事，一个带着礼物的希腊人，也是那个梗嘛，是吧？或者那个名言，还记得老孔的悲剧吗？说 In Asia erat magna urbs Troia。In Asia 在亚洲 erat 这地方更好的翻译是 there was，过去未完。本课的关键是完成。是完成，也就是过去完成啊，将来完成和完成时这三种。不过不是每个动词都是完成。说在亚洲有那么个城，说 Magna Urbs 城市 City Urbs 那个 S 将前面的 b 浊辅音变成了清辅音的读法 Urbs，而前面的 Magna 可以反推，这是一个阴性词。说在亚洲有一个大城市 Troia，同位语特洛伊，伊比 Rex。Priamus vivat，还是能看得到，这是过去未完的一个标志。所以，Troia，在特洛伊这个地方，it be there。Rex Priamus 王 king，然后在那儿生活，在那儿生活着 Priamus 王，Paris Filius Ilius 说 Helenam Pocram。Feminam Graecam Caperat Paris 帕里斯 Filius 儿子 Ilius 前面提到的那位他的那人的或者你说 Us 属格说那人的儿子 Helenam 海伦宾格你把 M 去掉 Helena 海莲娜是吧海伦 Pocram 美丽的 Femina 女人 Graecam美丽的希腊女人，Caperat，Caperat，Cape，Re，Capere，你可以说是 took，带走。前面的 Cape，它的完成式的子概，然后加了一个 erat，erat 的话，好像是一个过去未完的 was，所以连在一块儿，was 加上完成式子概就是过去完成，所以 had taken，说带走了谁？另外就是这地方为什么用的是一个这个过去完成？其实因为它的主要的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这个带走之后的事儿，在于木马屠城记那个木马记献祭的那个时间段。我们一会儿看到有完成是在后头。Propter，because of Propter hoc vitium multi Graeci ad Asiam venerant et diu cum Troianis Bellum Gesserant Propter 因为或者因着 Hoc 这个 this Vitium 因为这个恶行 crime 这个词儿其实在我们前面什么阿特柔斯的诅咒啊之类的都遇到过啊。说因为这个恶行的话，multi 很多很多的 Graeci 希腊人 ad 到 to Asium 到希到这个亚洲 Venerant 后面又是 errant，errant，一个过去未完的 z word，所以又是过去完成时 had come。他们来到了亚洲，并且呢，at Diu for a long time，很长一段时间。Whom with 或者打仗的话，也可以说 against。说 Troianis，跟谁作战？跟特洛伊人。Bellum 战争，Bellum。Gesserant errant，是吧？过去未完 were，然后加上一个完成时的 guess 完成时的东西，过去完成。所谓的 had fought a war，跟他们作战。字面上来看，这个词是 get 的，是带的意思啊，bring 那个意思。Muros autem orbis superare non Potuerant，但是咱们不行。说 autumn，然而往前放，而 muros 城墙 muros 复数的宾格版 urbis is 的是吧？这个属格，但是城的墙呢？这个城的墙呢？前面有它的主格版 urbs，我们稍微写一下 urbs 这地方 ur。bis 属格，你把 is 去掉就得到它的词干。
而城墙 superare non potuerant 后面的 erant 看着眼熟了吧，对吧？这样，然后加上一个 potu 一个完成式的词干，所以过去完成，所以 had been 那就是不能够 non 不能够胜过他们的城墙，换句话来说，打不进城去。Sed tum ebeus unus ex Graecis eis hoc consilium dedit. Sed 但是呢，tum then 但是在那之后，ebeus 一个叫 ebeus 的人，unus one ex Graecis 希腊人当中的一个 eis to them 复数的语格给了他们。Hoc 这个说 consilium，这个主意，这个计划，dedit 给，那完成式来了，完成式来了。我们整个这个故事，如果这是时间线的话，整个故事发生的主要时间是在献祭这个时候，所以在这附近的时间，我们使用的是完成。而像什么这个拐走了海伦呐、啊。什么很多人跑到小亚细亚、到亚洲来了呀，所以等等等等这些事儿，这些事儿都发生在献祭这个东西明显之前，所以这样的话就是用的过去完成，而这东西用的完成。Si magnum equum lineum faciemus et Troianis dabimus eos vincere poterimus. Si 如果条件句，magnus 大大的 equum 大大的马，lineum 那大大的木马，这个东西在我们前面讲拉奥孔故事的时候也遇见过 lineum，说一个大大的木马 facere 第三变位，但是它是属于那种 io 类的，io 类的话它的变化跟那个第四变位其实很像，所以 faciemus 还多了一个这个，多了个这个长 a mus，我们将会造。如果我们将造一个大大的木马，并且 et Troianis 给希腊人 dabimus b 将来时态，我们将给这些不是希腊人给那些特洛伊人的话，eos 他们宾格版复数，他们 vincere poterimus poterimus 后面的 erimus we will be 然后 pot 能不能的能对吧？那这样连起来的话，就是一个所谓的将来的完成。将来的完成，我们就可以，我们就能够征服胜过 vincere eos，我们就能够胜过他们。好，往后走，说 Raecos enim in equo condiderimus，当然不是只把这匹马给他，而是 Graecos 希腊人宾格。Condiderimus, erimus，仍然跟这里一样，对吧？Condi 的一个完成式词干加上一坨这个，所以将来完成的情况。说，事实上，enium，事实上，in fact，事实上，我们到时候会藏了一些希腊人，然后 in equo 在马里面。说，nos bene docuisti。Graeci dixerunt et istas insidias sine mora ficerunt. Nos 我们 bene 好的 well 说 docuisti 教导 isti 你前面的 docu 完成式的词干后面完成式的尾巴，所以你教导的好啊，你教我们教的好啊。说 Graeci dixerunt，说 dix 完成式词干，像 erunt，说希腊人说，所以都是在献祭这个附近，对吧？完成式 at istas 啊，前面提到的这些个计谋 insidias，这个在我们前面什么讲阿特柔斯的诅咒啊，讲这个
尤利西斯跟独眼巨人呢，我们都出现过这样的计谋。Cinemora，立刻马上，Fakerunt，Fake，Fakere，对吧？Erunt，就做了这些个计划，换句话来说，实施了。然后 Postbellum，Aeneas，Postbellum 在战争之后，Aeneas，埃涅阿斯，Dux Troianus dixit，Troianus，特洛伊的一个形容词吧。特洛伊的领袖说，埃涅阿斯，dixit 说道，Copias in aequo non vidimus，vid 看，完成式说 imus，我们没有看见，我们没有看见。军队 Copias in aequo 在马里面，Elm in urbem duximus 我们领着，我们带领，我们带领了 Elm，他也就对应前面的马。In 的话后面 urbem 宾格，urbem 宾格，把这匹马 in 它后面跟的是宾格，所以是 int 带到了城里面去。Graeci igitur nos vincere potuerunt。Graeci 希腊人，igitur 于是就，thus nos 我们宾格 vincere 胜过了我们，战胜我们 potuerunt。他们就能够前面 potu 完成式，然后后面的 erunt 完成式尾巴，他们就能够胜过我们了。D fortunam malam。Praesenserant et nostra ex urbe fugerant. Deus 神的一个这个复数形式主格，诸神动词在这儿。Praesenserant 很好玩的一个词儿，pre 在什么什么前，因为 pre 这个词儿的出处。然后 senserant，sense。那就是身体，感觉啊，感觉 sense。然后 errant，对吧？完成，还记得吧？这个是一个字面上的 z word，然后加上这个叫 had，所以 had perceived before，had perceived before，所谓的在预先就已经察觉。说诸神在之前就已经察觉到了 Fortuna malam 坏的命运厄运，于是就怎么样？Et nostra ex urbe fugerant 这个词儿其实有这个，就是 fugio 这个词儿其实有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两种用法。这地方的话是一个及物动词用法，就使谁逃了出去，你可以说，或者把谁给赶了出去。Nostra，我们宾格，我得用的是个中性版的宾格。说 ex urbe，从城里面，fugerant errant，还是看得到一个 word 吧，对吧？于是就事先把我们从城里面赶了出去，也就保存了他们这一股力量，否则的话跟着城一块儿毁灭了可能。OK，那这部分就说到这么多，我们下个故事见。